认识祈祷演说，他听到这首歌，给了很大的激励，让他对拍看见台湾这件事有了更大的梦想，因此才会有看见台湾二的想法。很可惜，看见台湾二正要着手准备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。那第二首为各位演唱的是日语歌曲，曲名叫《乘着气球上天空》。第一次把这首歌献给唱给祈祷演的时候，他就说这首歌就是为我而写的嘛。所以他就告诉我说：“校长，来，让我当指挥。”他就带着我们小小再唱这首歌。那接下来，让大家欣赏这两首祈祷演生前最喜欢的两首歌曲。小小